あ、うめあ、うまおいしいうまうめいいほうどうしゃらーよくうん、小黄鸭出たら。我叫杨明呢。Hello， 大家好，我是曼曼。今天也谢谢你点开我的影片。好的。好的。这一次要带着一辉一家一起前往士林夜市。啊，你好。哎，你好。哎呀，谢谢。这一次会选择士林，是因为一辉是第一次来台湾。再加上很久以前日本爸妈有跟团一起去过，想要再一次前往那个充满旅游回忆的地方。哇，国语讲得很溜哦。没有，我七年没来。对啊，但是在前往夜市之前还有一点时间，所以一回一家想要去小林发廊洗头。啊，これ動画で見たことある？あ、不，あろあろ。啊，上次一进店后，正在洗头中带着泡泡的店员走过来接到我们。虽然当下有点小惊讶，但是店员很有耐心又亲切的说明。啊，どうしようかな。あ、これ。やっと出会えた。因为日本爸妈这一次住的饭店离这一间店很近，所以比我们早一点到。ありがとう。これが何だっけ？どうしゃ？どうしゃ？どうしゃ？わわわわわ。在日本超流行这种台湾式洗头，一开始还很疑惑，为什么要特地来台湾洗头？看到这一幕，当下觉得很有趣。想说台湾以前有流行过这个吗？但是我才发现日本人会特地想要来台湾洗发，主要是因为可以体验到长时间的头皮按摩。我想回家，在日本。不想回日本。我想回日本。毎日マッサージされた。你只要多来台湾就可以洗了。对对对，每天多次。对。シャンプー気持ちよすぎてびっくりしました。特にマッサージが肩と頭にあるのが良くて好きです。日本の美容室では髪の毛切った後にシャンプーとかマッサージしてくれるところもあるんですけど、ヘッドスパは別料金で高かったりするんで、台湾のシャンプーはすごくコスパがいいと思います。在过程中还会做出各种不同的造型，让大家洗头洗得很开心。又是头皮按摩，又是肩颈按摩，我终于可以理解，在日本人眼中，台湾美容院洗发的魅力了。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少林发廊，好，我気持ちいいね。洗完头之后，一样驶出一辉四蓝车。接着，我们直接搭乘计程车前往士林夜市。你好，你好，我们要去士林夜市。士林夜市啊？对。虽然去年年底才刚回过台湾，但是透过车窗看着这些街景，心中满满的亲切感。有好久没有来这里了，还是跟以前一样，满满的观光客。第一站因为看到好大大鸡排，一回家毫不犹豫的直接排队。这一家现在一片鸡排已经卖到90块了，好贵。
记得刚出来的时候，一片才只卖50元。现在在日本，已经有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台湾鸡排了，但是吃来吃去，果然还是在台湾当地吃最好吃。接着走过来后，看到这一摊迷你钓虾摊，而且还是现钓现烤，一家人很兴奋的入座体验。まず士林夜市来て、エビ釣りがあることにびっくりした。エビを釣るという概念が日本にはないから、食べれることにもびっくりした。なんか日本に金魚すくいとかスーパーボールすくいはあるけど、金魚そのまま焼いて食べるとかないからね。すんごい新鮮で楽しい。每个人都超认真钓虾，但是比想象中的还要难钓到。钓虾现钓现吃，在台湾算是还蛮普遍的，但是对议会家来说，却是一种很特别的回忆。好咩？可以可以。走过来看到这些小吃摊，有很多都很想吃，但是却又不知道要选哪一摊比较好。肉一碗。是的，过来。嗨嗨，啊，过来，一辉真的很努力，尝试各种点餐，各种对话。一辉说，虽然平常很努力的学中文，但是真正要开口对话或是买东西的时候，都还是会觉得很紧张，而且也很害怕对方的回应他听不懂，有时候会没有勇气开口。话说这一摊肉圆意外的超好吃，虽然外皮的 Q 弹感没有那么强烈，清蒸过后那种入口即化的口感也是我第一次体验到的，很特别。我摸，我去，老板，买了几串串烧，还买了我最喜欢的豆皮，但是一辉好像吃不太习惯。还有在日本只有居酒屋才会卖的烤杏鲍菇。啊，え、これリング？いただきます。うん、もう。うん、もう。うん。お酒欲しい。うまいな。なんか全部の店のレベルが。めちゃめちゃ高い。
めっちゃ台湾っぽくない？なんかさ、こんな感じとかさ、こういう。え？爱玉也是几乎在日本不会看到的。一回家，对于这些没有看过的东西，都是抱着既期待又紧张的心情。タピオカ。うまい。因为觉得柠檬爱玉很好喝，所以他们又多买了一杯。あ、飲みたい。これにしよう。啊，西瓜汁。大杯。西瓜汁，いただきます。あ、うま。あ、そのままやね。そのまま絞った感じ？なんか作ってるジュースとかじゃなくて、そのまま絞った感じ？うまい。いくらでも飲める？これ。呼ばれたのめん。ここ？あー、え、なんなん、わかれん。お願い。少分就可以了。一周60。好。60。你去台湾要吃什么？外国人不吃的东西，但是当地人常常吃的东西。当地人常吃的东西，你要吃吗？可以。硬いの？因为一辉这次主动说他想要吃吃看传说中的臭豆腐，所以我们找了一间刚好经过的店，直接进店内用。第一次吃到臭豆腐的反应意外还蛮平静的，但是虽然嘴上说着好吃，表情却已经透露了一切。大丈夫。第一印象はそんなに悪くない。みんな言ってるみたいな、そんな感じではないけど、うまい。美味しいかもしれないで言ったらめっちゃうまい。なかなか慣れが。臭豆腐最初はうわっと思ってたけど、食べてみたら案外そうでもない感じで食べれました。なんか日本の豚骨ラーメン屋さんのお店の匂いとちょっと似てる感じ。全く抵抗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けど、全然食べれる。慣れたら美味しい。第一次来台湾的一回，对于日本没有的食物都很勇于挑战，而且也不太排斥。会不会其实他还蛮适合住在台湾的？第一次看到3D老虎本人，觉得好像我们家的猫猫，好可爱。今天原本士林夜市还有宁夏夜市两边都想要去，但是后来发现光是士林夜市就大到可以逛好几个小时，再加上逛完夜市后一辉还想要去体验脚底按摩，根本完全是观光客的行程。最后在离开夜市之前，我们买了一个胡椒饼，谢谢，还有隔壁摊的蔓越莓汁。虽然觉得士林夜市价钱都不是很便宜，但是却又觉得每一个摊贩每一种美食都好台湾好到地，来几次就要说几次，台湾就是美食天堂。Thanks。
超台湾やんこれ。うまいね、胡椒餅。うん、なんか硬い肉まん。硬い肉まん。硬い肉まん。肉々しい肉まん。いや、今までいろんなもの食べてる。うん。今日で。うん。食べるのない。ない。これ無理やな。ない。絶対もう今回絶対食べないんだけど。ない。今のところない。もう全部美味しい。臭豆腐を含めてない。臭豆腐含めて美味しい。うん。うん。最初のおでんがうますぎた。コンビニやね。うん。おでん。うますぎる。いや、ほんまに冗談抜きでね。卵。うまい。これを、え、胡椒餅より好きかも。卵。お茶で炊いてる卵。接着吃饱了之后，前往一回期待已久的脚底按摩。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我，一直很疑惑，为什么台湾的洗发还有脚底按摩会成为日本的观光客来台湾时的必跑行程？但是或许就像大阪人也不懂，为什么观光客来到大阪的时候一定要跟顾立国合照？这道理是一样的吧？议会这次选了一个小时的方案，但是才过了十分钟而已，他的表情已经变了。我自己都没有去过脚底按摩，所以不知道那种感觉到底有多痛。但是我想应该很痛很痛。痛みに耐え抜いたのよ。修行を経たのよ。うん、戦いが終わったのよ。うん、脱力感。脱力感。脱力感すごい。風気持ちいいなこれ。あ、我要マンゴーね。一号，我要一个鹅阿珍。一号，木瓜牛奶一杯。我是一辉。一辉。一辉。